好，我叫李帅，是一个脆骨症患者，100多次骨折。上天给了你一把烂牌，但是这个地方永远不会屈服。就算是再健身、再锻炼、再注意，都逃不开的。苦难没有办法逃避，忍着。我投资了几家公司，资产了不得了，大概有个几千万。这是什么态度？太过分了！这事儿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手上那戒指是谁给你的？哪儿呢？我没看见。哪儿呢？我无法选择命运，但是未来掌握在我自己手中。有请本期主角。三位老师好。你好，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帅。可以猜测一下我是做什么的？写书的。我是做金融的。金融里面分很多类啊。我是其实是做股票的，做证券类的，现在转到这个天使投资上面。你赚了我的钱你就走了是吗？没赚多少其实。那也赚了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我还亏着呢。你现在多大年纪？你看我像多大年纪？我总觉得你都赚了我的钱，你不能比我年轻啊，要不然我心里过不去。但是看起来又很年轻，实际上也很年轻。好像给我感觉像21、22岁左右。对，我今年25岁。天哪，你看我还是女生的直觉眼光很准。李帅，我想问一下你的身高和体重是多少？这海拔老高了，大概1米1吧。体重呢？瘦的时候60，现在80斤。你想说的其实就是一句话，浓缩的才是精华，是吧？